张智恒 Stephen 同埋欧燕文文文喺2019年结婚之后就育有三子，但去年生咗细仔之后就频频传出离婚。文文更加多次喺社交平台发文，意思系受唔到现时嘅生活状态，情况令网民担心。近日文文发文透露已经揾到新居，并正喺度搬屋，而且已经离开咗 Stephen 自力更生。不过搬屋嘅时候梳化烂咗，连唯一两张接凳都被木木张天木整烂埋一张，全屋只系剩翻一张凳，令文文大呻黑到晕啊！